哦，春风杂货店。哦，其实我还蛮喜欢逛这种，就是复古风的店。哎呦，哦，我小时候超爱吃这种绿豆糕的。对啊。当然还要抽签。哦，白色、青色、红色。蜜番薯啊。放高渣皮，跳高啊！跳高啊！好久没有听到这句话，跳高、啊！跳高，伊讲没听过，跳高，这就是跳高啊！对啊，你知道跳高吗？一张五块，对啊，三块、一块，这个就是跳高，对啊，这就跳高啊！就是那一种，那种那种柔啊！现在以前都拿用零钱去换，对啊，那时候也很常吃这个，你们有吃过吗？这个也很好吃啊！以前是那个什么，有一部宫崎骏的卡通，那个叫什么？打战争的那一部，我忘记叫什么名字，就是有这个东西。天空之城。哎、欸，好像不是，又好像是。这个叫韩吉枪啊。韩吉枪。有啊。啊，这个都是这个以前叫什么香烟糖，不是吗？对。酷哎、欸。很复古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还有秀逗整人糖哎、欸，这个也是很久哦、啊，很久哎、欸，这个酷哎、欸，嘿嘿，蛮酷的。哦，这个哎、欸，这个我小时候超爱吃，巧克力酱，就开一个，然后就一直吃，对啊，巧克力糕，以前就。直接是这样子，一直吸，一直吸。这都不行，这都是人工是不是？对。人工的那个虽然是可食的，可食这种东西对吃的还是不太好。不知道是不是天然的，这我们不知道。嗯。我那时候买一支，以前买一支两块。两块吧，两块、三块、五块，没关系，买一个来吃。我要拿一个小篮子。这个八十大是什么意思？忘记了，请教一下，以前这个八十磅是什么？嗯，那一个巧克力。八十磅哦。来，它这个篮子好可爱，好小一个，小小的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开始购物了。以前过年也都会买这种回去，就是。那个什么，小朋友赚零用钱都是这个赚啊。水鸳鸯的。水鸳鸯。那个好可爱啊，海贼王的。哇，这个还有这个我很爱吃的，那个这个叫什么名字啊？都知道味道，但是不知道名字。还有很多哦，还有这个哎，可乐糖，默默应该会喜欢这个可乐糖。可乐糖，然后我小时候也很爱吃这个，就是口红糖。可是这口红糖每次吃哦，手都满满都会黏黏的，你不管怎么吃都会黏黏的。哎、欸，酷哎！那是有啊，我有吃过，那也是巧克力酱啊。这个比刚刚那个还好吃。真的吗？我觉得那个比较好吃。这是什么 ？Bubble Milk Tea， 珍珠奶茶。哎，我小时候也很爱吃这个。那是口香糖。哎，好复古哦！太酷了啦！太复古。像以前都会去用干妈店嘛，买这样五块一包，三块一包，安尼。黑人什么牙膏糖什么的，黑人牌还是什么的，这太复古了啦！你有吃过吗？你有吃过这个吗？在下面留言加一。
然后呢还有什么，这是一些艺术品。哦，明星花露水，阿嬷的味道，对，那就是阿嬷的味道。然后听说近期好像有听说，就是明星花露水可以消毒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哎呀，导地图。你要吗？这样子不会被叫，我帮你抓呗。你看这边有这个没？酷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这种东西。可是每次我买都会被默默骂死，他都会说你就是都吃这种食用色素，我都会被骂。哦，以前也很喜欢这样，抽这个，对啊，抽钱的。欸，实际这样到底会不会赚到钱啊？这应该都是算好的，亏啊还是赚啊都是算好好的。嗯，这个根本不会赚，好吧？它整个就是算好的，就是你买了这张以后，它可能就是确定就是让你亏个多少，赚个多少都是算好。刮刮乐差不多的。啊，大家都去抢。我觉得你很适合戴那个。你说这个吗？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，哎，吃鸡哦，大吉大利，吃鸡啊，吃鸡啊，哎，电子鸡耶，我靠，好久啊，宠物鸡，电子鸡要修，80块一台，以前一台要500-600块，开玩笑，可是这个不是那个牌子的，就是正版电子鸡的那个牌子。嗯，竟然还有宝可梦卡。嗯，强卡居叉大放送，居叉必中包。居叉必中包。真的？假的？假的。里面可能都是一些废废的居叉。哎、欸，还一包卖199的暴利耶！我赶快回去把我居叉整理整理。然后一包卖100就好，再赚回来。嗯，这还有很多玩，哎、欸。这是角哦，不是角的生物。你现在比较想要领到哪个奖牌？哦，你说比较想领哪个奖牌是不是？我看看，怎么没有？就是最没有、欸、最有钱的之类的，没有最有钱老公奖，什么最佳老公奖 ？I don't fucking care， 我要最有钱老公奖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有道理？就是、只要最有钱就要不用老公。不用老公是不是？最有钱扎波浪奖这样子，最爱奖。八个题目，或者倒是可以拿来买来做拍摄道具之类，应该蛮好玩。超级宝贝，你当妹妹，你当妹妹，很漂亮，它做的很细耶。出来让他跨起，跟扣子就是跟着踩了。这个是昂阿彪，这个是昂阿彪哎。我还记得以前宝可梦有出过一阵子，有出这种昂阿彪。昂阿彪，还有什么呢？嗯嗯，然后再哎，飞机饼干、嗯，我喜欢吃飞机饼干，我小时候就很爱吃。我怎么这么爱吃这么多东西啊？这也不错，巧克力的。嗯，好吧好吧。嗯，我们准备去结账。哎，这应该会卖珍珠，你看你看，我是这样，弹珠汽水，正在想。它是出现的，酷哎、欸，好、哦，好买一点就好，不能买太多。我想啊，默默最爱吃这个沙士的，要默默买。你看，多贴心的老公，是不是应该去后面买一个最佳老公奖？哼，都不跟我来。好、啊，那我们结账吧。
糊弄下一站。